花莲自来水百年发展史就在台湾自来水公司第九区管理处的文史馆，从老旧水表到赈灾复建资料，软硬的设施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而九区处长李庆信正积极的充实文物中，等完整后将挂牌开放，让更多人可以认识自来水的百年历史故事。 台水九区处长李庆新指出，花莲自来水开发到现在百年多，各项自来水设施和文化历史对地方开发和民生建设有多元价值的历史性。但随着时空转移，各项自来水设施的史料不断湮灭。如果不及早收存，会永远无法了解先人筚路蓝缕的艰辛往昔。为了对历史的尊重，经过多任处长努力，自来水文史陈列馆即将成型。 我在花莲地区，我们自来水的建设是从1921年，就是民国10年大正10年开始成立的美仑净水厂。那这个收藏了这么多的这些文件来做有系统的一些展示，将来我们也会做导览解说，让民众更了解这个自来水水道文化，还有它这个希望传达的这些。 那个理想，跟那个我们饮水思源、节约用水的一些观念，更系统化的整理，包括把2006、2009、2018地震和一些记录影片，那一些管材被地震破坏的这些管材也做一些展示，让大家知道，现在面临极端气候，天灾频繁的这个时候，我们。 所做的一些应变的紧急应变的措施。李庆新表示，文史馆内有许多早年的用户设备，包括铸铁水表箱、凉水器、止水栓，还有喷灯、铅铸模、圆锹等老工具，不仅能够提供相关学术单位历史文化资产研究史料，也可以让员工了解自来水的文化历史背景。同时，文史陈列馆也含有教育的意义。 提供多样自来水相关资讯，让民众知道自来水不是打开水龙头水就会自己来，需要自来水从业人员血汗无悔的付出才可以得到。更希望让民众了解水资源得来不易，大家要能够懂得珍惜水资源。记者惠欢是报道。